身体扫描。在做身体扫描练习的时候，请以舒适的方式，在铺有软垫的地板上，或者在床上仰躺下来，也可以在膝盖或头的下方放个支撑物，以尽量让自己舒适。手背放在身体两侧，但不要碰触身体，手掌可以打开朝向天花板或天空，双腿自然平放。如果你觉得仰躺着不舒服，那就以你最舒服的姿势躺着，必要的时候你甚至可以改变你的姿势。在这个过程中，请持续地保持觉知，了知每个当下所发生的事情。请记得，不管你变得有多么放松，身体扫描是邀请我们在接下来的30分钟时间里保持清醒，而不是睡着。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当你觉得有睡意的时候，可以睁开眼睛来做练习。同时，这个练习也是邀请你把时钟的时间放在一边，而去专注于此时此刻，并以开放的心安住于当下。请尽可能地跟随指导语，但也请记着，更为重要的并非我说了什么，而是你在任何一个时刻里觉察到了什么，体验到了什么。即使在那些令人感觉很困难的时刻，或者是不舒服的感受、想法、情绪涌现的时刻里，也要保持觉知。事实上，铺展开红色的迎宾毯来迎接这些体验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在这些困难时刻，要尽可能地保持开放的心态，并且不做反应性的关注。这并不容易，但这是我们一直在培育的存在模式的核心。所以请尽你所能放下那些希望事物跟他们现状不同的倾向，允许事物就是你所发现的那样，允许你就是你自己。这是完全属于你的时间，一个完全独自的与自己相处的时间。看看你是否能让这成为一个自我滋养的时间，一个值得给自己正能量和关注的时间，尽你所能的去跟随着这些指令。在这个过程中，注意你身心的变化，放下评价，尤其是那些批判性的想法，而只要去按照指令说的去做。请记得，当你在这样做的时候，没有什么方法是感受的正确方法，你正在感觉的方式就是此刻你的感觉，就接受它吧，允许你自己去体验你已经感觉到的，不管那是什么，都把它当成是可以的。当练习进行的时候，即使你是在听我的指令，也要看自己是否能够时时刻刻持续的去体验那正在你身体和心里面所展开的一切。不过，如果在任何情况下，你若需要关掉我的声音，而去找寻一个在我的话语底下更深层的静默，那么请去做吧，然后在适当的时候再重新回到我的指引。现在就开始来感受你的身体
作为一个整体躺在这里。就在此刻，不管你身体的状况或历史如何，也不管你目前正面临着什么，让我们以正念练习的观念来记住，只要你还在呼吸，你身上对的就比不对的要更多。所以现在当你躺在这里，让你去全然的感受这个你躺着的表面，感觉你的身体与这个表面之间的接触，感觉你的身体如何得到支撑，感觉空气如何围绕在身体四周，在皮肤上轻抚的感觉，甚至更细微的感觉，在这个房间里的空气以及如何以呼吸的方式穿过你的身体，然后慢慢的把你的注意力落在这个呼吸上，感觉吸气和呼气充满韵律感的呼吸浪潮，感受驰骋在呼吸的波浪中，找到对你来说呼吸最明显的地方，也许是腹部，在每一次吸气或呼气中起伏，也许是在鼻端。当我们躺在这里，试试看是否可以感知身体作为一个整体在呼吸着，并向这份觉知开放，安住其中，时时刻刻一个呼吸连着一个呼吸，随着每一次呼气而越来越放松的肌肉，或者感觉它的消融越来越往下沉，沉到你正躺着的表面上。注意，有些时候我们的心念是否跑掉了，或者被一连串的想法所带走，在这些时刻去注意你的心中有什么，然后温柔地把注意力重新带回到呼吸，带回到躺在这里的身体，或者是我们身体扫描正在注意的身体的部位。请记住，在这个练习过程中，或者是其他的练习也一样，念头跑来跑去，或者是思考，都是心的本来的样貌，所以它就是会常常发生。这并不意味着你做错了什么。把注意力转移到左脚的脚趾头，他们现在是我们觉知舞台上的主角，给自己一些时间去感受他们，或许去区别一根脚趾头和别的脚趾头，怀着温柔、趣味和爱意去感受我们在这里找到的感觉。也许是脚趾头彼此接触的感觉，或者是冷、热、湿、刺痛、麻的感觉，是什么特别的感觉并不重要，而只要去感觉脚趾头目前的感受就好了。这当中也可能包括没有感觉，同时去觉察你是否体验了这些感觉，或者缺少感觉愉快或不愉快，或者感觉到的既非愉快也非不愉快，同时觉察是否有任何的情绪反应升起，不管是嫌恶、不耐烦、无聊、难受，或是对自己的苛言批评，
当我们躺在这里时，允许这些在我们时时刻刻的觉察之中发生，我们根本无需去做什么事，只要与正在发生的同在，持续地回到脚趾头本身。当我们躺在这里，观察左脚的脚趾，看看你是否可以感觉或者想象，吸进一口气，经过肺部，往身体的下方，越过左脚，到达左脚的脚趾头。再看看你是否可以感觉或者想象，空气从左脚的脚趾到达脚、腿，越过身体的躯干，然后从鼻腔呼气出去。现在，当你准备好了，慢慢的、深深的、更刻意的将一口气吸到脚趾头，让意念在那里逗留一会儿，然后呼气时让空气出来，并放开这些脚趾头，看着它们在我们心灵之眼中消失。然后当我们轻柔地转移注意力到左脚的底部、脚底、脚背、脚跟处与你躺着的表面接触的地方，注意一切的感受或者是感受的缺乏，就只是跟脚趾头在一起，然后把呼吸带到这个部位。在我们躺在这里的每一分每一秒，任何时候，如果想法把我们的心带开，再把心带回到现在这个部位。现在当你准备好的时候，吸一口气到左脚的脚底，然后在呼气的时候松开这个气，并且放下它，把注意力转移到脚背以及脚踝，注意在这些部位的表面，以及再深入到骨头、脚的关节这些部位的感受。当我们感受的时候，不需要去思考，时时刻刻在每一次呼吸中，对我们在这个地方所体验到的一切保持开放。当你准备好了，在一个呼气的同时，我们也将注意力从整个脚放下，让我们进入更深的觉知和宁静当中。接下来，我们把注意力带到左侧的小腿、小腿前方的筋骨以及后面的小腿肚，由表及里，对我们的感受保持开放，欢迎我们的觉知在现在这个部位安处，容许它就是它已经有的样子，不管那是什么。当我们以全心全意的觉知在这里躺着，接受我们正在感受到的感觉，跟着他们呼吸，时时刻刻，分分秒秒。现在，在这里呼气，放下它，把注意力带到左边的膝盖，对任何及所有的感受保持开放，跟着膝盖原有的样貌呼吸，去感觉膝盖、膝盖的两侧，还有膝盖的背面。现在，在这里呼气，当你准备好，把注意力从膝盖放下，移至左腿的上半部，大腿往上到里侧腹股沟，到外侧左边的髋部，感觉着整个的部位，时时去感觉你在这里可以感受到的一切。当你准备好了，深吸一口气到你的大腿，然后呼气，
把它放下，把我们的觉察带到右边的脚趾头，注意一下我们如何轻易地把注意力带到另外一条腿和脚，甚至不需要动动脚趾头，就是对目前所在部位保持开放。一个呼气，再一次放下它，将注意力带到右脚的脚底，这一次也把脚背和脚踝包括进来，每一次跟着整个脚呼吸，无论它感受如何，与此刻的感受同在，尽可能的在我们躺在这里呼吸时保持我们对这个部位的觉知。再一次，当你准备好了，呼气，然后放下整个右脚，把注意力带到右侧的小腿上，也把膝盖包含在内，允许我们的觉知充满这个部位，以及与我们躺在这里所感受到的这个部位同在。再一次呼气，把这里放下，当空气离开，看着右小腿和膝盖在我们的心灵之眼中融化，然后我们把注意力带到膝盖上方右侧的大腿，和这里的感受同在。在这个右侧大腿的上方到外侧的髋部、内侧的腹股沟，任何的感受，当你在分辨这些感受时，都尽可能的准确，不管它们是什么，是沉重的、轻盈的，或者是温暖的。当你准备好了，吸一口气到整个右大腿，然后呼出一口气，同时也把它放下。现在我们把注意力带到盆腔，注意臀部、腹股沟、生殖器以及臀部与坐垫或者床铺接触的地方，以觉知来安抚这整个的部位，知道感受或者知道没有感受。当你准备好的时候，在一次呼气中把盆腔这个部位放下，而只要看着它变得柔软而放松，你越来越深地沉入宁静和觉知之中，在每一刻都能感觉满足地在当下，就在此时此刻。现在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到后背的下方，从骨盆后面的尾骨处延伸出来的腰椎和脊柱形成的整个盆腔。后背的下方常常容易疲劳、紧张、紧绷，去感觉这个部位，跟着我们所感受到的任何感觉一起呼吸，让呼吸渗透进这整个的部位，让这些我们所体验到的感受如实的呈现，让它们安住在觉知当中，让任何紧张紧绷的感觉都被包含在内。如果可以的话，邀请他们跟着呼气一起出来。当你呼气出来时，现在就把后背的下方放下，把注意力转移到肚子的部位和下躯干的两侧，往上
到肋骨的底端附近，感觉腹部随着每一口吸气而上升，又随着每一口呼气而往下靠近脊椎。感觉这个部位的任何及所有的感受，认出当我们躺在这里的任何可能升起的想法或情绪，时时刻刻一个呼吸连着一个呼吸。现在当你准备好了，请有意地吸进一口缓慢而深长的空气，感觉它充满整个的腹部和身体的两侧。在此刻安歇，放下它。当呼吸融入空气中，让身体的这个部位在心灵之眼中融化。我们现在把觉知带到躯干的上半部，肋骨和胸腔，这个装着心脏、肺部，管着血液流通的良好器皿。觉察胸腔、胸部、后背的上方、肩胛骨、锁骨、肩膀，跟着这个部位的所有感受一起呼吸。也可以试试你是否感觉到胸腔里的心跳，感觉到肋骨随着每次呼吸而展开和收缩，也认识到这个部位升起的任何紧张或者收缩的感受，以及我们躺在这里时任何想法或者情绪的升起或消失。当你准备好时，请有意地吸入一口缓慢深长的气息，并在肺部这里逗留一些时间，去感觉胸腔在前后及左右两侧的扩展。现在把空气呼出，当释放这口气的时候，同时留意一下你的头脑中正在发生什么事情。现在我们把注意力带到我们的双手，现在我们同时去注意两只手，注意手指头和大拇指的感觉，手心、手背、手腕、前臂和肘、上手臂、手臂和肩膀连接的地方，肩膀，去感觉我们的手和手臂的整体性，从手指头的指尖一直到肩膀，就在我们躺在这里的时时刻刻。当你准备好了，再一次呼气的当中，呼出时，我们离开手、手臂和肩膀，让我们沉入到更深、更深的觉知当中，只是在每一个无止境的时刻里存在当下，尽可能地放掉可能升起的任何念头或想要去移动身体的冲动，只是去感觉你自己躺在这里，并在觉知里安住。我们现在进入脖子和喉咙的部位，对这里的感觉保持开放。这个部位
跟下背部和肩膀一样，都是紧张压力会聚集的地方，所以注意任何的紧张或者紧绷感，并且感觉其他的感受，包括在喉咙部位的感受，在觉知里面安住，时时刻刻，一个呼吸连着一个呼吸。再一次呼气当中，我们把注意力从喉咙和脖子放开，让它们消失，让注意力到达头部和脸，那是另外一个会储存一天紧张的地方。在这个时刻里，去如实地感受它，也许去感受头的背部和你躺着的平面接触的地方，也许去感觉你整个的脸，让它如实呈现，感觉空气从鼻腔的出口吸进去或者呼出来，去感觉脸颊和下巴的感受，嘴唇、嘴巴、牙齿和舌头，整个鼻子、双颊、耳朵，包括任何从耳朵进来的声音，眼睛的部位，包括如果你张开双眼看到的任何东西，眼睑、睫毛和眼皮、前额，注意一下这里可能会有的紧张，让呼吸自由地进入和穿越前额、太阳穴、头皮和头颅的整个部分，允许觉知友善地拥抱和接纳你整个脸和头部，在此时此刻接受他们本来的样子，让呼吸与他们同在，安住在觉知中每一分每一秒。也去认识到我们曾经有过的念头或者情绪，就像天空中来来去去的浮云，或者天气的变化。当你准备好的时候，有意地吸一口深长缓慢的空气进入你的脸和头部，并且在呼气的时候，我们把这个部位放下，任它自然地消融，进入一种静默，一种自然的和谐里。呼气时也把想法放下，然后我们安住在觉知本身。我们可以邀请这个觉知再次拥抱整个身体，从脚趾头往上到腿、躯干，从手到手臂到肩膀、脖子、脸，一路到达头顶。即在这一刻拥抱整个身体，在觉知和静默里安住，一个内在生成的宁静和觉醒，就像我们本来就有的完整，就是我们本来就有的样貌，去跟我们重要的完整性连接，本来的面貌，在那里我们的局限无法被限制住，对事物的本来面貌保持开放。这个静默，这个觉知，本身就是一种深刻的疗愈。
这样子，我们这个练习很自然的就要结束了。我们回到了有时钟时间的世界，你可以用一些时间去好好恭喜自己，花了这么一些时间，以正念的方式好好的滋养了自己。也许保持坚定的企图心，愿意许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不管是几个星期或是几个月，以这样友善的方式一再的和自己做朋友，让你内在的资源滋养你的生命。每当惯性或者问题解决模式出现，让本来的存在去引导和疗愈，并且记住，这个觉知是可以携带的，就跟呼吸一样，随手可得，就在当下。也许过了一段时间，随着正式的正念练习，你会发现觉知自己会溢漫出来，出现在你人生的每一天的每一个部分。所以呢，在这里随着你的心意去休息，直到冥想为止，让你的觉知知道，在身体或心里有任何的感受或想法，一再一再的允许事情如实所示，时时刻刻，当我们躺在这里，完全的清醒，完全的活着，在空气中，呼吸中，在觉知中，沐浴着。